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后台只有人类的食物，我觉得你不要胡子比较帅。哎，其实有胡子更帅。我的汗在美凤姐刚刚来的时候已经流成一条爱河了。哎，阿朱小心一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地震？哎，现在网友的评论是非常的好，是吗？谢谢桃姐。而且大家说明年换你们两个去主持典礼，哇，可以吗？我怕你会吓得长出头发。我现在没有。最狂热的嘉宾来喽！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Yellow 黄轩。今年以专辑《Visto》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。我忍很久了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讲了。大家好，这是 Yellow 黄轩 ，AK 东南亚区的强声台湾十大声，自带风雨男人二十届魔人大圣杰克宾恩先生，今天也是你的红毯主持人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忘记你的问题了。你问我说红毯比较难还是上台比较难，对不对？我会觉得现在最难。金曲奖有史以来第一组恐龙来到现场。那我跟你讲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后台只有人类的食物。是你超级的粉丝，我觉得你不要胡子比较帅。哎，其实有胡子更帅。旁边是受不了，是不是？九乘法表 ，OK， 九乘法表 ，OK， 来，哎，我跟你。先不要，轩轩，你的汗已经没有办法止住了，对不对？我的汗在美凤姐刚刚来的时候已经流成一条爱河了。亚伦这么，哎，阿朱小心一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地震？哎，现在网友的评论是非常的好，是吗？谢谢桃姐，大家说明年换你们两个去主持典礼，哇，可以吗？我怕你会吓得长出头发。我现在没有，奶红沙的嘎嘎，真的是，真的阿妈阿妈。阿嬤，我想跟你讲，阿嬤，马乌拉卡库基斯瓦难很久了，已经来丢火啊！韩剧莫看到，东江，韩剧莫看到。Pretty much Angel, right? Okay, okay. 在上面，在上面。来，旁边那边，好，拜拜。来前面。前方上面，来这边，刚好这个，来这边。郑海好兴奋了，我真的太兴奋了，因为其实我们主持人是比较今天是比较早来到会场先准备，然后呢我就一直想说，哇，我这些朋友们老师们这些优秀的入围者们他们在哪里，因为通常我以往的惯例就是我会先去骚扰大家，说他们人都没来，但是我 hold 住我这个能量，对，那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完成了一个壮举，可以说吗？可以借这机会说吗？因为刚刚还没有人来，对，我已经着装完毕很久了，所以我刚刚偷偷的在这边拍了一支我的 MV， 他很浮夸哎，我那时候大概我书画完成前一个小时，他就来突袭我说他已经拍好了他的一支 MV， 所以是准歌王，你知道吗 ？Always ready。主要还是求新求变啊，就是尽量在这个压缩的时间里面变出一些新花样，因为毕竟我们今天也是时间的战士，对不对？斩杀所有红毯的不可预期，提供所有音乐人最高礼遇，可以这么说嘞。帮大记者大哥大姐们问一下，因为呢他今年也是入围了三项大奖，听说因为既然来到红毯肯定有一些带点红嘛，你有吗？有，我其实这个是没有预习的，但我今天就是拿袜子说，哎，奇怪，我发现我的包包里面怎么有一个有红色的袜子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露吗？露一下袜子啊，可以露一下，哦，这样算吗？有看到吗？有一个红色，是不是很荒谬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动作不是很好看，我先收回去。那上面也会露一下吗？上面要看状况，如果真的太热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也许我就直接。这边有彩排，是不是？会吗？好，那还是比较好了。I don't know， 但因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身材可以露，我有吗？
好了，我准备好，我准备好 ，OK。没有啦，不是没什么好秀的，我现在真的没什么好秀的。哎，我这样，大哥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再等我几个月，我练好以后，我直接没有人要我秀，我也会秀的，真的。没有，因为大哥今年的就是男生的这个肉体的部分，我们刚才就要交给我们国民夫长。没错，因为他已经你知道他练好冰块肌了，我们有说好。因为今天在那个大牛哥面前，我就是想说，所有的这个男入围者要很危险，千万不要随意的露。大家可以期待他上台的造型啊。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我进去里面的时候也会换一点小小不一样的巧思。